据说这款游戏不看提示根本通关不了。说实话，我是不相信的。就这个游戏啊，这个金钱豹嘛，我知道，这是之前很火的那个噻。那这个怪物又是哪国嘞？你能不能不要废话了？师傅都被你吓出鼻涕了。走走走，咱们来挑战一下，绝对不看提示。这个稀有梗状号称是沙雕中的王者，但我糯米糍那可是沙雕中的战斗机啊！不就是让他从石头里蹦出来呀？他居然还敷面膜。救命啊！然后惜败了。姐妹们，这是个啥猴子啊？雷震子吗？好家伙，那试试召唤雷电劈开它。烧焦了，失败了。搞了糯米糍，你好像遇到了一生之敌啊。这真的很头疼啊，就这么大点地方，我该选什么？屏幕上走点点，说不定就不小心碰到答案了。这猴子好像可以点呢，这都是什么奇葩的姿势啊？我真的不知道了，我要去看一眼提示。我糯米糍绝对不看提示。答案是说把这两个猴子摆成一样的姿势。呀，咋的还跳起舞来了？天哪，出道即巅峰，原来孙悟空是个唱跳歌手啊。